猫头鹰喺日头睇嘢麻麻地嘅啫，不过佢就尽量调校双眼嘅瞳孔，令到自己日头都可以见到嘢。好彩佢嘅听觉非常之灵敏，可能咁样补翻佢视觉嘅不足啦。有条毒蛇经过噃，猫头鹰虽然睇唔到，但都听到嘶哩沙啦嘅声。唉，还掂闷闷地，好落嚟同你玩下先。咁嘴同埋利爪就系猫头鹰犀利嘅武器，至于毒蛇嘅武器呢，除咗用口咬伤对方之外，仲可以用成个身体缠住对方，令到对方窒息嘅。毒蛇摆脱咗猫头鹰嘅掣肘之后，就开始发嬲啦！一场蛇形刁手大战鹰爪铁布衫，即刻展开啦！可能毒蛇唔知道咬对方嘅羽毛系冇用嘅噃，哇！今次条毒蛇缠住猫头鹰个头，咁各位梗系以为猫头鹰今次一定窒息而死啦。但你哋唔使担心，你睇猫头鹰几淡定。各位睇到嗰条毒蛇嘅啦，遍体鳞伤。今次仲被猫头鹰咬住佢个口，可能有啲口臭啦。咁可能你哋系惊蛇啊，但系对于猫头鹰嚟讲咧，佢就系毒蛇嘅克星嚟嘅。一场大战打足180分钟，而家胜负已经分明。蛇头已经被猫头鹰嘅利爪爪住，喐不得其正。而家都久如残喘啊！猫头鹰话：，打得咁辛苦，折翻个蛇胆补补先。